间相伴飘白衣，懵懂少年不知愁与泣，风起江水寒，雨落心涟漪，狂妄一笑红颜，一曲明夕何夕，醉梦人生一场戏。痛过以后才知情意难续，无爱至死只剩飞花梦影，回首再无蜀山依旧伫立，看尽浮沉独影。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 IG、FB、Twitch 跟哔哩哔哩。今天的消息，《天地劫》手游的消息，官方终于宣布了《仙剑奇侠传》的联动决定。那之前几个影片，大家都已经早就知道了。那今天是真正的，因为很重要，我先讲三次。真正的确定，终于不用再猜了。时轮悄然运转，神秘客人来到，御剑乘风来，除魔天地间，胸怀侠客情，仗剑为红颜。天地劫幽城再临，《仙剑奇侠传》联动定档8月4号，太赞了，太赞了，我真的快哭了。然后我连背景音乐都去找新仙剑奇侠传的那个灯，那个开头动画，开头的那个音乐，这个是Steam版上面的音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呢？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蝶恋的声音。好，看来这首蝶恋是有改过的。天哪，真的是太用心了。请收下我的膝盖，请收下我的膝盖，子龙。哇，真的好感动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满满的那个回忆都出现在我脑海里面了。天哪，好想哭哦。天地劫这款游戏对大师来说是一个真的是小时候一个很深刻的回忆，仙剑当然也是，仙剑奇侠传当然也是。然后这两款游戏竟然
竟然在天地劫手游里面联动，而且还做出一个实质系的活动，我怎么能不感动呢？好，那这边仙剑的故事，仙剑发行的故事是在1995年7月的时候，那里面的内容故事呢，可以去看大师之前的影片啊，大师有录《新仙剑奇侠传》的游戏故事剧情内容。好，那再来就是宿命相遇，新双剑合璧。我觉得这张图做得很漂亮，尤其是以逍遥。好，《天地劫》手游是经典奇幻武侠 RPG《天地劫》的正统续作哈。那一样，三部曲都是在讲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哈。当然，结局几乎都是悲剧，那也成为了就是很难忘的一个 IP 啊。好，同时也表达了自由意志与宿命。那两部作品都有天然的契合点，魔非魔，道非道，善恶在人心。这个其实以当时的游戏啊，大部分都会阐述一种观念，就是妖一定会为恶，妖一定是恶的吗？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议题上面在探讨啦，我觉得就很像，不是因为他是妖怪，他就一定是会长大之后就会有获得力量，然后就是会危害人间之类的。这个在《仙剑奇侠传4》更明显，因为大家是最近在玩《仙剑奇侠传4》哈。好，那这首我们可以看到，在就是作为首个联动作品呢，是致敬这个 RPG 游戏佳作辈出黄金时代哈。26年后，哇，好久了，天哪！好，这是李逍遥的画CG 图啦。哦，这一张就更不错了。不过他讲的是拿这是木剑对不对？好歹给他拿个太极剑或者是无成剑嘛。好，拿木剑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可以接受。帅，真的是帅。好，我们听一下他的 CB 哈。李大侠就是我，我就是李逍遥。李大侠就是我，我就是李逍遥。好。有点不太习惯。好，再来是林月如的西居哦，这个就哦，好正，好正，真的正，真的很漂亮。好，这个 CB 是中可啊，就一秒钟哦，有点少。你的梦想也是成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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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梦想也是成为大。太短了吧？好。再来，宁儿这样是宙斯哦，忘记讲，就是李逍遥的确是光系的侠客，然后林月如是雷系御风啊，我以为是火哎、欸，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我以为赵灵儿是雷，因为赵灵儿刚开始遇见李逍遥的时候，他是放雷咒劈李逍遥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冰。好，我们听一下 CB 哈。上天既赐予我不同于凡人之力，就有我必须去做的事。上天既赐予我不同于凡人之力，就有我必须去做的事。上天既赐予我不同于凡人之力，就有我必须去做的事。OK。好，在它的联动剧情呢，会在八月，应该也是八月四号会上线呐、啊。专属的活动剧情，带逍遥解开心结哈。一起破坏拜月教的阴谋，哎呦，赞哦！这场宿命一般的战斗能否取得胜利？李逍遥又能否战胜西魔？一切的一切要等到各位少侠从仙剑客栈出发，逐梦江湖。哎呦，还有联动的皮肤、联动的音乐、全新的 BOSS 挑战，哦，有联动的皮肤哦。我觉得搞不好真的有阿努哎，只是他现在没有放而已。我猜啦，拜月教主都有的话，那一定有拜月教主的模组啊。对不对？那十长老呢？我比较喜欢十长老啊。那有可能哦，真的有机会哦。然后后面就是周边啊，那大家要去参加的话，记得去官方留言哈、哦，去参加这个评论区发表联动祝福，就可以参加抽奖啦。好，那今天的这一集就到这边啦、啊，主要就是确定了啊，真的是确定了。虽然其实前两天的影片就已经
已经可以100%确定的了，但是官方没公布，我还是不敢说死。好，那我们就期待8月4号，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这下个礼拜可以看到就是更多仙剑联动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人物的介绍等等。好，我是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 IGFB Twitch 跟哔哩哔哩，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拜拜。